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回到北京的石头灰太狼，对吧？我们今天去哥们儿家聚会，说这个给我们做了好吃的，我们过去串个门。好久妈妈没抱儿子了，很开心，哼着小曲儿呢，还你看看。好久没坐六号线了，对吧？刷手机出地铁太麻烦了，还得输密码。哇，电梯在维修啊。哦，吓我一跳。好在这边还有一个电梯，怎么在抖呢？我的，等，哆嗦。公共道德方面，北京也在逐步的完善法规啊，包括这个惩罚制度。然后现在走斑马线，汽车不让人的话，会扣300块钱两分。然后刚才下车的时候啊，我们还没有下去。然后就这些人啊，乌泱泱就往上走，这些方面慢慢的完善吧，但总的来说应该会是向好的方向去发展，拭目以待吧。看看有没有让行人的啊，行人都还挺好，绿灯才走。我们也该等红灯了。嘿，我们终于到喽。看着攀爬，后果自负。对，禁止攀爬，后果自负。这回到北京的这种老的社区里边，有亲切，但是也有一些说不出来的感觉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嘿，这脚踩该手拉了，这挺有意思。我就喜欢这个北京的这个。什么？卸当头炮不就全有了吗？他打你，要他民工呢？你民工也不能走了。不是你这上去这怎么了？这能怎么着了？没什么工这。这怎么能民工？都是高手。你就这么走一步，他我看他能怎么民工？小伙子长得真漂亮，文静。到家喽。哦，换成这个密码锁了。对，这方便。来，穿我的衣裳。太郎来了。啊、到家喽。哎。人呢？大胖子，小胖子。在那儿啊。
谁呀？这都宋元啊。走吧，进去吧。这换上鞋。啊，这这。没叫你啊。这这。这鞋换鞋，这哪个正？这不是叫胖子吗？我这不是第一。我这把衣服穿上。这是大胖子。哎呀。就是您这又长了呀。对呀。小胖子呢？小胖子，哎，现在还在跟娃一块儿呢。啊，你在干嘛？小胖子那儿呢。你在干嘛？你快出来吧，把那个衣柜都。衣柜都那个还藏衣柜里去了。哎，你说你屁股穿着就行。我穿着没事没事。一窝天美。哎呦，那么大了，一熊。跟你妈一边高了都。哎呦喂！看看啊，哎呦，这摄影师改厨师了，真地道。哇塞，红烧肉，怎么样？还行吧？哎，赶紧赶紧起来。可以啊。我赶紧把这端出来，再看看这个。来，好好。一二走，嘿。不饱鱼，头一次做俺没做过，这可以，这个看着还行，太可以了。现在老吃大拌菜，那这好，这好，这一大桌，怎么翻的那么彻底呢？给他们俩那个两个小碗的菜，我的腿，我的腿，哎呦喂！哎，俩少爷，坐好啊，把你眼睛。这长辈先拍更小的，欢迎那个，一会儿再见。别好久没见了，好久没见了。来吧，这儿，你身体健康。我们老哥俩在这儿聊天喝茶啊，再看看那些人在干嘛啊。我们刚才是在露台上。哎呀。一会儿收拾。四道火，什么四道火呀？然后那个妈妈们在聊天儿。不需要。这小哥俩。我是人家亲弟弟。那怎么激励了？然后我说。你们猜哪是哥哥，哪是弟弟？1.7米。哎，这是哥哥，这是弟弟。聊得太开心了，聊了一天，从8月8号聊到了8月9号。我们该赶快回去了。走了，赶快走了。拜拜。出来发现下雨了，还挺大。哎呀，赶快回家睡觉觉喽，晚安。